打开 1X APP， 连接相机和手机，选择想要的片段内容，将视频下载的 APP 本地相册点开，视频开始自由剪辑。长按屏幕可选择不同的剪辑功能，选择两个画面调整角度，分别长按并点击转向这里， APP 将自动完成两个镜头的平滑过渡。选择一个追踪对象，长按并点击智能追踪，镜头将自动锁定被标记的对象，让目标始终处于画面中心。自由取景功能可以切换鱼眼或小行星视角，按住录制键左右滑动即可变换视角。双指缩放画面可切换成全程小行星模式或平面剪辑模式，点击编辑键可进行更多操作，比如裁剪视频长度、改变视频尺寸等，还可以调节视频的速度，点选不同倍速进行录制，即可编辑出快慢相间的移动延时视频。